不管是牛肉堡还是麦香鸡，使用优惠券竟然通通不用钱，真的有这么好康吗？就是零元的优惠，这个你没有听说吗？假的吧？这是假的啦。是假的。对，我们没有收到这个讯息。顾客满心期待到素食店询问，却被店员泼了桶冷水，因为根本没有这项优惠。仔细看这则脸书贴文，粉丝页名叫麦当当，还说欢庆50周年，回馈消费者，按赞分享 tag 好友加留言就有餐券，吸引3.6万人按赞，2万人分享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诈骗吧。对啊，看起来不像官方会做的事情。林允应该会怀疑一下吧，感觉不，感觉有点问题。怎么说？麦当劳之前也出过，就是大部分应该不会有林允的。不少人对好康心存疑虑，点进去优惠券，按下立刻领取，却出现加赖好友视窗，显然是要骗你个资。麦当劳也发出公告，提醒民众这是仿冒的，别上当。好，欢迎光临。过去星巴克也发生过被冒名开上赖群组，谎称说要送你咖啡券，事实上是要骗个资。其实各家素食业者会不定期推出优惠券，手机上有 APP 帮你统整成电子图档，但通常不会要求提供个资或要你加入社团群组，提醒民众认清优惠来源，才不会受骗上当。记者孙怡宏台报道。